有点失望嘛，因为我们今天在里面等的其实时间蛮久的，然后我们特意从深圳飞过来，为了万圣节，因为它有限定的那个烟花，然后呢今天花车也没有，烟花也没有，板块的那个巡游也没有，就什么都没看到，然后还在里面等到现在快10点了才出来，对，然后又冷又饿，对。